我每学员一行25人，今天上午11点由教育部王广生陪同抵达省政资料馆，受到省政府主席谢宗敏的热烈欢迎。谢主席和学员们一一握手，并对他们在选举的前夕访问省政府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每学员一行并听取了省政建设简报，参观了省选务所和台湾省议会。